莲美伦区国际狮子会有几十位会员，今天决定把郊游的时间改成到市区的马路上打扫环境卫生。这许多会员，大家拿起扫把、镰刀和箩筐，在马路的安全岛和马路两边清除杂草、打扫垃圾。美伦新的市区靠近花莲港口，每天都有很多中外游客到这一带观光游览。今天由狮子会员来打扫清洁，是一项抛砖引玉、唤起市政当局和附近居民重视的活动。